们是兄弟、姐妹，还是情侣啊？是情侣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情侣啊？他们是一只公猫，一只母猫，所以首先排除他们是姐妹。一男一女，那也可能是兄妹啊。他们两个是不同品种的猫，所以不是一个爸妈生的。那不同品种的猫可以是情侣吗？可以啊，只要是猫都可以。那他们生出来的小猫会不会也是不同品种啊？应该会吧。那不就成了不同品种的猫兄妹了吗？怎么？你也睡不着啊？嗯，睡不着，出来吹吹风。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喵。让我来嘛，看看我。哎呀，不能摸猫肚子。起来了，要摸着，这样它才会感到安全和舒适。看来你很懂猫啊。还好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爱情。嗯？你试试。我先拉你起来。好。爱情，其实我……你刚才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可能比赛前太紧张了吧。对了，你刚刚想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呀。明天比赛前有没有兴趣去射击馆？你也有这个赛前放松的习惯啊。嗯，
7年前开始学的。好啊，明早7点，楼下大厅见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好。该你了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该不会是怕输吧？不是。输的人等会要买单哦。我试试。眼前这个年轻人，专注、冷静，这都是竞技最需要的素质。此刻，我几乎能肯定，比起我，他更有潜质带领 AD 战队，甚至带领中国机器人格斗行业向前走。先生，我去买单。哎，等会儿，伍佰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战队？啊？不用现在回答，你想好以后再说。好。冰淇淋，谢谢。哇，刚刚看你射击的姿势很专业啊，专门练过啊？没发挥好，不稳定。说实话，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个小白呢，还想着向你展示一下我射击的英姿的，没想到。差点翻车。嗯，不过险胜了2环和一个冰激凌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当年你孩子搜了